甘云老师最近这些年在忙些什么呀？最近呢，我是比较多的时间是旅游。我喜欢旅游走出去看一看开拓一下自己的视野，让自己呢，我觉得应该善待自己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我老能看到你导演的作品啊。我导演也导过，我导过三部电影，一个是这个关于中学生的数独的故事《81格》，然后我导了另外一部戏呢，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我曾经演过的叫《庐山恋》，然后我在新庐山恋，对，《庐山恋》在30年的时候，那么我导了一部电影叫《庐山恋2010》，然后在这之后我又导了一部关于云锦的故事，就是南京云锦的那么个故事，所以那个戏比较复杂一点，但是我自己给自己打分，我觉得完成的还算是比较满意的。太好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看那个时候那些照片啊，多美啊！太漂亮了。这个是演的哪一部电影啊？这是我的影片《小街》小街也是跟那个郭开明老师演的。对对，这是我和郭开明合作的第二部电影。你俩合作过多少部啊？就两部吧，《庐山恋》《小街》，还有一个电视剧叫一个护士的故事。对那是我发现开明老师是一个特别会聊天的人。这个。他原来小时候也那么贫吗？话多，话多，有知识。对，就是我就跟他不一样，我这个人就话少，是吧？你估计他会来吗？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张老师，人家送不了呢。哎呀！因为当年啊，就是您跟郭开明老师的那个画面特别经典，但是。今天他来没来啊？还真的是一个悬念啊！我就你们要卖关子了，直接告诉你吧，不能告诉你。对啊，我知道的。这个节目难就难在到这里的人，我看过你们的节目，看过了啊，我觉得挺好玩的。你看了我们的节目，但是我在想，千万不要上这个节目，完了以后挺难的，因为猜中的命中率非常之低。没事，我今天到这儿来是接受考验的。没事，张宇老师，对于你们两个主持人，你接着想要问的这个问题是吧？优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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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秀。我说你等一下啊，张宇老师先说到我这边吧。因为我正好靠近你这边。优秀，优秀，没有优秀。你是老第二个。没事，你就让他不错不错，挺好，真的很好很好，很活泼。这怎么就还换地方呢？就定了就那个。打击你一下。打击一下。